观众大家好，我是假的不敬天。今天光武游戏 YT 官方频道现在已经经营了一周年。首先我非常开心可以看到今天的光武已经一周年视频了。好，现在我只是看到一半，现在已经经过了首播时间，所以我还没有看到正片那边，所以我现在就要正要开始看 ，OK，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OK，Let's go。好了，是时候开始整片了。很好，并没有。OK， 快点来，快点，快点。赢到手得到成绩。我正想要知道最多观看次数的视频。当然啦，我当然知道啊。最多点赞次数的视频，什么？竟然是 Granny 系列车子逃脱 Suit OK， 频道史上第一个视频。OK， 我们先这边暂停一下，因为他曾经有说过，这个并不是他第一个的视频，他真正的第一个视频其实不在你看不到的，OK， 你看不到，他是我先忘记了，他是不是？转去思想了还是什么鬼了我都忘记了，有可能他现在没有发出来，我都忘记了 ，OK， 要的话可能要看光武的回复 ，OK， 继续长视频，我都不知道这是他最长视频多少，可以的话你这个最长的视频你可以在那边加多长那个视频 ，OK， 这样每个人才知道有多长那个视频。Yeah， Q 的。你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是什么？我要把你的钱偷完。他有跟我讲，我只能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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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没有，他没有。以后会考虑创建 IG 账号。是你的儿子吗？问题还是儿子？你粉丝们，关我粉丝们，你是不是猜？你很疑问，关我明明还是个学生，他怎么可能有儿子？其实是他班上里面的虚拟儿子，其实是算他朋友，可是可以说是朋友之间关系的父子，好吗？我就什么是你的强项？对打玩游戏，对玩游戏对打，尤其是玩恐怖游戏。什么获学习力能开创 YT 频道？这问题讲的好。对打没有人激励我创建频道，而是我想要把这个游戏继续传达给各位。对，这个光武的精神很好。光武首先会继续自己的 YT 是很好的，只不过你他妈的给我专注力给他考试上面。你要什么？百万订阅。关我，你可以不要那么贪婪。如果你到100万，我整个70。要怎么玩游戏？废话，用手啊！废话。最喜爱的音乐。顺便说一下，《苍兰诀》是他目前在追剧的一个中国连续剧，对吧？最近和我说这个连续剧的。
顺便跟大家报了一下，他在《邪恶修女破碎面具》之前有一个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肉先生》第二代。嗯，对，因为他说他的优点就是整个一代的场景换掉变得更大，然后探索性也变得更高。他也之所以变得很喜欢，我也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忘记了。谁是你的第一句好朋友？我也想知道。苏大爷，苏大爷，苏大爷果然是我们两个最喜欢的人。我先说一下，如果光无露脸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做一个 vlog 这样。对，我们到时候。OK， 我们在这边解答一下。他之前有跟我说他回答这题的时候没有回答，所以就算了。我在这边帮他回答一下。他通常玩恐怖游戏不会发噩梦。嗯，对，他就是不太会发噩梦的人。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是 KMS 团队。KMS 团队就是我光武和我和其他班和我们班的四个团员一起合作起来的六个成员的一个团队。嗯，对。可能我猜可能光武之后会将它做成一个 vlog 视频。Manhunt 啊，就是 Dream 做的那个，那个通关的 VS 猎人。你喜欢什么？小哥，这是我问的啊。William Afton， 啊，这也是我问的。来，剪辑师帮我放一下那个经典的。咕咕干。我试一下，哈哈哈。一起录制麦克风。可以问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回答问他。不是要看的是，我们其实之前有说过要做一个合作视频，就是麦块合作视频。可是他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录声，所以我们还不太清楚要几时才可以。嗯，对。我们去。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几时才。好吧，再见。我超级后面有没有？没有。那好吧，感谢各位观众的到来，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